们又开造我榴莲了。开造了。太喜欢吃榴莲了。嗯。一整就拍榴莲，榴莲太香了。嗯。哇，这大肉啊！这好大呀！啊。啊来。哎呀。哎呀妈，大闺女。看。哎呀。哇塞。吃。先给你们一口。大肉，大肉，大肉，大肉。给你们一口。这大肉啊。来，走。好大呀。哎。我来一块儿，老子，真大，嗯，离远点，太香了，嗯，闻着臭吃着香，嗯，跟你们一口，太香了，我们一家人太爱吃榴莲了，嗯，我们都爱吃，嗯。好香啊！也想吃了，这水果店买的啊，可真大。这盒还小。嗯。嗯。盒小肉大。不用。嗯嗯。太大了。真太好吃了，我的肉还大，嘴儿还大，看，嘴儿真大，真贵呀，太香了，来，你们打这个，好香吗？嘴儿又香，嘴儿太香了，嘴儿也香，嘴儿也香，你看人家说的话，嘴儿也香，嗯。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擦擦嘴，我擦嘴，好香啊！真的太香了，你再来一块儿呗，再来一块儿，真的太香了。都肉，都肉，大喝了，你们晚上是不是看我妈吃的肉可劲想吃，我也想吃，馋都不行了。嗯。我们想跟我妈要要。太香了，还有一大块，妈都吃了啊，嗯，都吃了，一大个，一大个，嗯，哎呀，还想吃啊，还吃，嗯，就剩一只一个嘎子，两个，哎呦。大人还有能吃完，嗯，能全吃完，来你来这个吧，来，嗯，太香了，好香啊，想吃赶紧买啊，我可爱吃榴莲了，给水果店，我最爱吃的是榴莲，总是给水果店吃，就没拍，太厉害了，嗯，觉得啊，我们那人仨吃的够过瘾，咱们爱心往上走一走，留个关注，给个双击，感谢支持啊，双击六个六，老铁没毛病，给个小红心吧，晚上每晚直播吃肉，老铁们来啊，马上直播。直播。